我们要介绍的演出团体是我们的音乐甜不辣，来，掌声欢迎音乐甜不辣出场。啊，好、哦，是，还有一个成员呢，你怎么不打扮出场啊？啊麦克风没亏了，对，我刚刚去采茶回来啊，还有去扫那个旁边的地啊。哦，你这样子可以演出吗？哎，可以吧。哦，戴手套啊。哎呀，你这个挡到我了，真的。哎呀，感谢了，感恩了。我应该是可以的。哎，戴手套。哎哎。原来是有手套的关系，难怪按不准。我跟他从台中来的啊，然后刚刚那个一路的时候，旁边那个树叶我捡起来，他都给老师都给滚了。我来帮我们家公子带树叶嘛，是不干的。我要来唱那个山顶乌龟遐，会使拍拍鼓的对。其他国外的你都放过我一马，那我家这都啦，你都，因为我第一阵哦，好啦，听歌来，山顶的乌高兄，做音乐甜不辣哈。我们两个从台中开车，刚刚才到啊，中午还做了一个节目，所以刚刚才赶过来。麦克风开始吧。这边没来啊。
想袂到满地的歌声这么好，你说刚刚不是说一出来说你刚刚是采茶回来吗？是啊，是啊，我本来以为你要来一个什么采茶之歌啦，嗯、什么，像那个那个，结果是原来你是为山顶落来乌高兄，对啊，两个拢穿甲乌索索，加上我，那就乌乌乌那乌索索，啊，这个两位哈、啊，各位看这个造型哎，右边的这一位是非常 gentleman 的，听他的口音也知道，这已经是军人世家，对不对？就是非常的 gentleman 啊，这边呢，身材稍微比较。秀珍好，说得好。他本来是要说卡特。我们两个的组合啊，也是很奇怪。我是刚刚跟他认识没有多久的一个新朋友。是。他叫我去，我退休啊，没事情啊。我喜欢这个乐器，我吹三个乐器：小喇叭、长笛和萨克斯风，我都吹。那么我们平常在一起做，那么他跟我讲说，台中招考街头艺人，就是我们这个，这位我们的头头啊，阿文小弟在下鄙人我。阿文小弟，后来我去考，我考上了啊，就跟他这样一起出来做节目。我这个衫好不好？哦，好，你快换衫了，快换衣服啊，要不然台场这么大，我住几年都不换衫，下面扫地来我高兴，台场这么大。